当先，一个孝字全家安，孝顺能生孝顺子，孝顺子弟必明显，孝是人道第一步，孝子谢氏即为先，自古忠臣多孝子，君显贤臣举孝廉，尽心竭力孝父母，孝道不独讲吃穿，孝道贵在心中孝，孝亲亲则莫回言。拿状元，一敲状元锣，读经人才一波波，再敲状元锣，如风再续，薪火三敲状元锣。孝圣法贤，安邦又定国。好，那我们请镇长为我们喊开始。好，读经开始。读经闯关开始。好，来，请各位开始就位了。好，镇长。是出自哪一本经书？好，第二个人答《论语》，有五个人没有作答，来第二题。